你怎么没去当歌手？民间好声音全面来袭。想你的夜，求你让我在你边。怎么会进入到猛男？不要赚钱，不要赚钱家。他们经常都要一个小裤裤、丁字裤。你可以想象阿翔老师穿丁字裤。到底有哪两位有机会能够跟两位巨星来一起合唱？小大素人好声音巨星合唱争夺战就在今晚。